梅兰川战场上的残兵吗？我是你单雄信爷爷，听说你黑白不分，跟王世充拜把。少废话，今天我就要了你的狗命！爹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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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这厮本是英雄豪杰，只因不惧慧眼，拜错山门，如今就这么死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下官接到消息，说有敌人的残兵会埋伏在山中，所以我就和李大哥过来看看，没想到消息属实。 二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臣弟想你都想得睡不着觉，日夜都盼着二哥能够早日凯旋。二哥代替臣弟出征，镇美粮川一仗，
这胜的实在是漂亮，臣弟感谢二哥的血耻之恩。 你我自家兄弟，何须言谢？泾阳失守事小，你弃城逃走，实属不该。哎，哥哥教训的是，这半年，臣弟日日闭门思过，只盼再上战场，杀敌个落花流水。圣旨到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王李世民每粮穿大捷，受天命，兼抵有功，贺家封右卫神武大将军，赐杨氏女为秦王淑妃，钦此。谢陛下。请哥哥进宫受封。 崔将军，李大刀，怎么是你？末将现在是王公的右翼神军参领，王公派我来长安做特使，伏击计划失败了，刺杀任务没有完成，单雄信死了。我知道，我看见了李世民风风光光的回来了。王公让我转告你。 实施第二套方案。陛下，伏于百济的遣唐使已到达长安，正在驿馆候旨。百济使者进献一匹上好的霓裳天缎，还有数色蚕丝彩丝，都是世间罕有的稀罕之物。好。 全部赐予秦王的杨淑妃。儿臣谢陛下。9月初九，钟爱卿、宇镇共观大婚盛典，普天同庆。谢陛下。上宫大人，药膳房的公共求见，说您求的一位养容丸好了，特意给您送来。什么养容丸？上宫大人。 药膳房的王大人让小的来见你，让小的带上这个伺候您服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金殿说：“你不好好在洛阳待着，跑长安来干什么？”姐姐难道就不想弟弟吗？乱世苟且。 活一天是一天，你自己多保重，以严寿的福气。姐姐，弟弟这次潜入长安，是受王公所命，来刺杀李世民的。 虽然建朝才三载，但权柄这秦王东征西讨，才稳定了中原的局面。这李世民可是大唐的半个江山，不是什么等闲之辈。你怎么杀他？正因为是他李腾的半壁江山，我们更应该除掉他。别忘了，当年李渊这个狗贼，残害了我们的爹娘。要不是王公救我，我们早已…… 饿死在荒郊野岭了。王公让姐姐来投大唐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我们姐弟里应外合，亲手为自己的爹娘报仇。公主也被抓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李世民这个禽兽居然想婚配公主，他不配。
正好有一计，可以利用李世民和公主婚配的机会，一并除掉李世民。怎么做？是谁刺杀秦王啊？单雄信。哦，我知道他，他不是个驰骋沙场的大英雄吗？听说一刀能砍死三个呢。你听谁说的？朱雀门内文华馆说书的沙陀先生啊。说书先生的话你也信？他和王世充私下结义，擅乱分滥杀忠良，浪费了一身的好功夫，也辱没了英雄的名号。所以嘛，恶人是会有恶报的。好了，你上完药了，这三天呀，你记住千万别沾水。这碗药呢，连喝三剂，你的伤就会好了。嗯，也不是什么大伤，多谢了。谁说的？位置再偏一点就是大伤了。嗯。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王于九月初九大婚，上宫局于今日起调配长安各织造坊秀女入宫，昼夜不停，赶至秦王大婚居一，不得延误时机。钦此。从今天起到九月初九还有十天，咱们上宫局不吃不喝不睡，也要齐心。把秦王殿下大婚的婚衣赶来。是。如果有谁偷懒犯错，不要怪我无情。杖毙。是。崔上公，秦王殿下请姑姑带着菊衣去府内，淑妃要试穿。公公，这菊衣还只是半成品，穿起来恐怕不是特别好看。殿下让我转告姑姑，殿下说不妨事儿，淑妃就是试个新鲜。好，那就有劳公公带路，我这就带着菊衣过去。参见秦王殿下，长孙王妃。菊儿免礼，今天让你来是想介绍几个好朋友给你认识。这位是李玉峰，李大侠。李大侠，见过淑妃娘娘。这位是赤罗金，赤罗公子。赤罗公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吉儿，这边这位是血未央，薛姑娘。薛姑娘，淑妃姐姐好。秦王殿下，崔上公来了。崔上公来的真是时候。宣。是。上宫局长事女官崔氏，拜见秦王殿下，长孙王妃。免礼，有劳崔上宫亲自送来。吉儿，我已命上宫局把陛下所赐霓裳天缎制成你大婚用的菊衣。王妃，有劳你带淑妃下去更衣，好让我一睹美人配花衣的风采。是殿下，有劳姐姐了，客气了。
殿下，听说这淑妃是您从战场上捡回来的。她是好人家的姑娘。大婚之后，我会继续带兵出征，围剿王世充的旧部。我这一走，长安城不知会不会发生新的事故。今日我虽贵为秦王，但在长安城内能用的人不多，真正贴心的还是你们三位。秦王殿下，淑妃已更衣完毕。好，快快请上来。美，真的是太美了。淑妃真乃天上尤物。哇，太好看了。相公大人，不知道这霓裳天缎有没有多余的布料能够赠予我，好让我也做一件衣服漂亮漂亮啊。九样，你就算了吧，你这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，不是制毒就是下毒，一点女人样子都没有。这件衣服穿你身上，那叫暴殄天物，知道吗？赤罗巾，你少胡说啊！殿下，最近薛薇安的大夫当得风生水起，在长安城内已经是小有名气了。殿下，没错，他现在啊封自己是长安第一名医，现在看什么都不顺眼。你，淑妃莫怪，淑妃莫怪。好香啊！可是这香味好特别啊，好多毒药也这么香。九样，别疑神疑鬼的煞风景。赤罗巾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毒死你？薛薇安，不要无礼。上公，这件衣裳在缝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工序啊？没有。此乃陛下亲自的霓裳天缎，我们上宫局只负责缝制，并无其他特殊加工。好了，蝶飞燕舞，这是吉兆。崔上宫，帮我拟书，我给这婚服赐名，就叫百凤霓裳衣。是，殿下。谢殿下替美姨赐名。各位姐姐，我突然有些内急，想出去方便一下。姐姐请去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奇特的味道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奇怪。相公，娘子到了。相公，娘子。啊啊啊！大人呢？大人呢？
李大哥，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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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四十女官身上一点伤口都没有啊。你闻到香味了吗？这香味儿，好像淑妃引蝶的香味儿啊。不过这也正常，这女子本就是上宫局的私制，正在赶制霓裳衣，所以说她身上带着香味儿也是正常的。可能是我们太敏感了吧。好，打扰上宫大人了。大人客气了。姑姑好。姑姑好。哎，崔大人，大理寺那边已经定案了，那两个人突发心急，纯属意外，我们也没什么好查的了。李大哥，走吧。李大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上宫大人园内的花草藤蔓还真是茂密啊。这香味也是经久不散。这是独孤皇后亲手种的。啊，我说怎么那么与众不同啊？原来是皇后亲手种的。苏姑姑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啊不会连累上宫局的。谢大人。客气客气，那下官告辞了。告辞。进。将军，你们两个替我去杀几个人，省得他们多管闲事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知道了。淑妃这边请。参见姑姑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我要亲自为淑妃量衣。是。公主，上宫大人，千万别这么叫。公主这个身份，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现在是秦王的妃子。公主心中就没有家仇国恨吗？陛下是怎么死的？公主难道都忘了吗？当年城破之时，母妃告诉我，父皇是在江都出巡时，因为暑热病死。所以我不怨任何人。那公主又是因为谁落难？又是因为谁颠沛流离？崔姐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从小就是我的伴读。姐妹情深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但是天命如此，你我又何必逆天而行？其实父皇在世的时候，对我和母妃并没有多好。对我和母妃来说，这是解脱。
所以我不怨任何人。谁有能力，谁就做那个皇位。父皇还是没有那个能力的。我希望姐姐能在宫中安分守己，忘掉过去，好好生活。我会替姐姐保守秘密的。以后再需要我量尺寸的话，就请派人去秦王府吧。我不会再出来了，告辞了。怎么了，李大哥？快走！哎，有人，我来迎接他们。快走！哎，走！哎，哦。有人追杀我们，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黑的让李大哥拦住了，那白的我一直甩不掉。你们出来吧，
我不杀你们！爸，走！爸。 是杀人狂吧？去那边！救命！救命！九爷爷，薛姑娘，有人要杀我们！刘健是什么人？为何要杀他们二人？ 没事吧？撞的是西伤拳，但吃了九转还魂丹就会没事。想杀我的那个黑面鬼用的也是西伤拳，可惜让他给跑了。啊！哎，小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怎么那么疼啊？不会的，你吃了药就好了。那你把你那补药都给我拿出来。 进来，玉峰，殿下。九曲一战，敌营军中有一个厉害的参将，跟此人倒有七八分相似。不知是否此人混入了长安城？他眼睛怎么瞎了？ 休养，毒下的，他本来要杀赤罗京，逃进了未央病院，那他们现在没事吧？没事。淑妃，淑妃，是，殿下。淑妃是吓到了吧？嗯。那你先下去吧。 是，妾身先行告退。我记得殿下曾经说过，淑妃是殿下在战场上捡来的。战场上死伤无数，尸横遍野。 不至于看到一具死尸就这么大惊小怪吧？哎，女子嘛，胆子小一些才正常，才可爱嘛。你以为都像穴位一样痒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将军，没有杀死那个县令，李玉峰功夫太高了，我打不过他。白面现在跟过去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，不知道是不是。 没想到李玉峰的功夫这么厉害。你与白面从前朝宫中
就一直跟随我与姐姐，是我和姐姐的心腹，不惜一切去刺探白面的下落，看他是死是活。是。这不上公局的女官吗？没事跑客栈来干嘛？客官，您这是？你怎么穿着官服就出来了呀？还不是急着见你这死鬼，来不及换了。索性这次出来拿着腰牌，没关系。原来是偷情啊！赤罗金怎么样了？秦王殿下，他之前有内伤，现在因为窒息而昏迷，头又撞在了床上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把他交给我吧，我带回去让薛伟阳看看。好香啊！那个女的穿的是宫里的官服吗？好像是，你去查查，顺便查查赤罗金跟他们二人的关系。没听他说过认识这样的女子。他们三个会不会是因为争风吃醋啊？不会，赤罗金虽然生性顽劣，但绝不会跟这种市井之徒争风吃醋。殿下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玉凤，你又在怀疑淑妃吧？她在前朝并不受宠，隋帝不是很喜欢她的母亲。我相信她。那满堂，这就插着我，一直这么叫。薛姑娘说了，你无大碍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薇阳，哎，我还真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被燕麦莹缠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一股香味儿，那香味儿似曾相识。跟咱们在学府看杨威换衣服那香味儿一模一样，就是魏阳你说那香味儿。所以我一直怀疑淑妃。我觉得是质量工的问题，你觉得呢，魏阳？我？我觉得这还不好说，应该调查调查再下定论。没错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再到崔尚宫那儿去调查调查。哎，魏阳，再给我来点，我得补补。再给我拿，你那不要。先吃。大人。哎，尚宫大人不在，不过传话过来，有什么事儿您可以直接吩咐奴婢。啊，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这不前两天生病了吗？药膳房的王大人拿了些上好的血燕给我，我吃着还不错，特意拿给崔少红尝尝。多谢大人。另外呢，我娘听说上宫大人花样绣得特别好，想让我求一幅鸳鸯戏水图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。大人请随我来，花样都在屋子里，大人可以自取。哎，好。哎呀，真是辛苦几位了。谢谢大人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奴婢应做的。哎呀，啊去！大人，鸳鸯戏水的花样找到了。哦。栩栩如生啊！啊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告辞了。大人，您慢走。殿下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，但是还是杨妃。赤罗金告诉我，他被一个什么藤条勒住了脖子，在快窒息的时候，闻到屋里的香味和杨妃那天在花园试衣时的香味是一样的。吉儿是个弱女子。手无寸铁，天天在我府中，怎么可能三更半夜去杀人？你不用去怀疑他。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问。玉凤，我知道你的好意。其实就跟这棋子一样，黑白分明，一眼便知。我在点呢。哎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怎么样？来的久。秦王很固执，说他相信你。你这是何苦嘛？为情所困的男人，怎么容得别人说自己的女人不好呢？那也得有点理智吧。你查的怎么样？那崔尚宫根本就信不过我，派了个小宫女来应付我。不过呢，他那院子里跟屋子里能搜能翻的地方，我都搜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你呀，就是没用。哎，那你有用你去啊。你就是没用。Thank you.
先坐下说。龙哥哥，果然你也在长安。是的，我一直躲着。我收到公主让人送来的信，就立马赶了过来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时间不多，长话短说。我看见跟婉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白面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公主是来特意通知我们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你们收手吧，不要再继续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你们已经暴露了，秦王殿下已经在查了。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们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公主可以忘记仇恨，而我们不能。翠文，关于仇恨，我跟你的理解不同。我现在不恨任何人，我相信如果母后在，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。我现在已经是大唐的子民了，你们不要再做不轨的事了。如果让我知道的话，我不会再包庇你们，一定会告诉秦王殿下的。公主，你先回宫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这些人我来对付。走。在那儿呢。追。落一正啊！吉儿，去吧。是。
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淑妃病了，过来看看。你淑妃要是想见什么人，大可跟我说一声，用不着费那么大周章。你在长安城还有什么亲戚吗？没有，都死了。吉儿，如果你有什么秘密，现在就告诉我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甚至不惜跟李玉峰生气。我只是不想你伤害父皇和大唐。殿下，吉儿今天是见儿时的玩伴，因为是前朝的人，怕殿下疑心，所以不敢告知殿下。但是吉儿跟殿下保证，绝对没有做任何伤害殿下的事情。如果殿下不相信，就请赐吉儿一死吧。是自幼与母亲在宫中受到冷落，殿下是吉儿的救命恩人，吉儿感激涕零。知道你们。李大哥是小二少三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！哎，客官，您的菜，请慢用。小二，拿个碗来。哎，好嘞。您的碗，请慢用。殿下，您这是从何而来呀？行了行了，小玲，没看着烦着。我们认为，第一个和第二个死的都是上公爵的秀女，所以这个崔尚龙的嫌疑最大。为什么？香味儿。他们为什么要杀几个秀女？就是因为看不得他们成双成对。我们只是觉得这几个秀女死得比较蹊跷。我们只是猜测啊。那个杀人魔最后的目标，可能是你。他想把你和淑妃都给杀掉。小二，哎，再来四两酒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快来看，快来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可出大事了。又死！哎，客官，您的酒，请慢用。是两个人要私奔，走之前被杀人狂给杀了，我侄女的婚约都取消了。这杀人狂专门杀情侣，大家赶紧分手的分手，休妻的休妻。我还不信了，我就要会下这杀人魔。来，我们这一对杀我们。家里边还煎着药呢，先走了。他肯定是去看热闹了，我去看看。
殿下，他俩不会也死吧？管他们呢，陪我喝酒。好，小二，再来点酒。有人在吗？ 好多花啊！这香味儿，真是经久不散。嗯，这藤蔓好眼熟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啊！李大哥。 没事吧？两位受惊了。老伯，你这院子里边种的都是什么呀？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植物啊？我是个花匠，养了好多花。 可是那株细藤，我从来没见过。老伯，您的女儿成亲了吗？哎，他们两个人的婚事，我不同意。可是，他们却要私奔，哎，到了夜晚，就死了。 您的女儿一直待在闺中吗？您除了养花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营生？我女儿在宫中是个女官，近日在上宫局正在赶制秦王大婚时用的白凤霓裳衣，她本不应该出宫，可是她偷偷的跑出来。 与那小子私奔，白凤霓裳衣。嗯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也中招了。来，这个药膏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伤口没有了。 这些人都是被这种藤蔓勒死的，而且死后一段时间，伤口就会自动消失，所以才会看起来无伤无痕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那个杨妃，她呢，身为前朝公主，又身负血海深仇，她根本就不想嫁给李世民这个大仇人，所以呢，她就派出了一个嗜血狂魔，杀尽天下的情侣。 吓得秦王不敢娞她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像赤罗巾说的，我早就觉得她有问题了。哎，你俩想想，当日她在花园的行为太古怪了。崔尚宫这边刚到，秦王还没发话呢，她就急急忙忙把崔尚宫给拉走了。坏了，是你。啊？赤罗巾。 一定是你，我。你在宫里边的时候撞见了杨妃跟崔尚宫密谋，所以他才会派那个白面鬼来谋杀你啊！哎呀，果然天下最毒妇人心呐！我也怀疑过那个杨妃很多次，但是都被秦王否定了。秦王说她是个好人。那我们去找她评理，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女人就护短啊！嗨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以前不都说过吗？你现在无凭无据，没有用。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去，先调查崔尚宫，查找出杀人藤的证据。正好这几天王太医一直请我进宫帮他配置雪肤丸，我拒绝好几次呢。明儿个我就进宫，好好调查一番。你别懒了啊！放心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先吃个药补补。
哎呀，我也得吃颗药补补。我杨姑娘，哎，别动。上宫大人，东宫太子妃差遣下官来取几根五彩丝线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么危险，你来干什么？昨晚又死了个才女，不知道是不是你那情花豹子毒的原因。我正因此事而来。最近有一帮人正在查此事，我们要一并把他们除掉。姑姑，未央别院的薛姑娘受王太医差遣前来拜见姑姑。薛未央，正好借此机会把她除掉。桃花，你去问问薛姑娘有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没有的话，先带着他去办吧。是。薛姑娘，姑姑吩咐奴婢，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直接吩咐奴婢就是了。民女呢，是受王太医指派来讨要几株秧苗的。这个呢，是制作雪芙丸的方子。王太医听说呀，这大人院中的丁香开得甚好，所以派民女来讨要几株。这花呢，有暖胃暖宫之功效，是制作雪芙丸的重要配方。好，请姑娘继续捡花吧。嗯。罪过罪过，我不是故意要捡你的。上宫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帮你。走。
都是我做的，我就是凶手。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没有为什么，只是为了引起混乱。你在宫中隐藏三年，难道只是为了要杀几个秀女？是。你的同伙呢？没有同伙。说出来，本王可以免你一死。只有我一个人。逃走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人？殿下恐怕是眼花了，还是请王太医好好看看吧。第一个与我交手的人功力远在你之上，若不是你为了掩护他一直缠住我，那个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逃出皇宫。我再说一遍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就是凶手，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，没有什么其他人，与别人无关。好，来人。殿下，传令撤去崔氏，四品女官之职，明日日落之时奋战。殿下，求殿下饶他一命吧。为何？崔姐姐是我儿时的伴读，从我三岁起她便入宫，在前朝宫中服侍陪伴我15年，求殿下看在吉儿的面子上饶她一死吧。崔氏谢淑妃求情。命数已尽，无需多言。吉儿，他们所做之事，你可知道？不知道，我从未参与过他们的事。吉儿可以以死明志。我相信你，萧统军。明日日落，问斩。殿下是在想崔尚宫的事吗？不是，我在想杨妃。既然殿下对她深信不疑，我也相信她是好人。我其实试探过她很多次了，但我依旧相信她的为人。就好比李靖将军、宇文士及也都曾效忠于前朝。我对头堂的人才都是委以重用的，未来的大唐还要仰仗他们呢。殿下的胸襟令人敬佩。我虽然不再质疑淑妃，但我还是要劝殿下取消九月初九的大婚典礼。你担心典礼上会出事？这件霓裳衣很是蹊跷，我劝殿下不要让杨妃再穿了。再加上崔尚宫的暴露，这里面疑点重重，危机四伏啊！来不及了。大婚典礼宴请了徐余和百济两国的使臣。大唐自建朝以来第一次宴请使臣，父皇金口玉言，如若取消，让我父子日后如何立位于天下百姓？所以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走下去。万箭穿心，习惯就好。还有那件百凤霓裳衣，是使臣所进贡的天缎所制，陛下所赐。所以玉凤，我明白了。只是殿下明日一边大婚一边杀人，这不太吉利吧？哼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淑妃已经二经了，请您回屋吧。彩雀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您，你帮我出府去，到九宫找个人，帮我带一句话。
算了算了，不用找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此事不可声张。是。我杀他是为了引出真正的凶手。将军，打听到了。翠成功明日在朱雀门外法场出战。黑面，明日挑几个功夫好的兄弟，跟我一起去劫法场。崔将军，这根本就是阴谋。是啊，明日李世民大婚，却设了这么一个局，摆明了让你跳。不管是不是阴谋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也得去。淑妃都医好了。淑妃，恭喜秦王，恭喜秦王。真美，适逢九月初九，重阳节，普天同庆，共享天伦。说二哥的淑妃身穿的这件婚衣，那可是大有来头啊，叫做百凤霓裳衣，可以招蜂引蝶，儿臣想见识一下。市民，那你就让淑妃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启禀父皇母后，吉儿准备了霓裳舞一只，
献给父皇、母后，还有远道而来的使臣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众人听着，我们是王世充的特使。凡是与我们对着干的，必死无疑。员外，终于现身了。这摆明就是个圈套，你咋就不明白呢？姐，管他圈套不圈套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会来救你。翠婉，你不能再犯错了。赶紧束手就擒，也许秦王会重新发落的。哼，你做梦吧！我今天来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李世民与我不共戴天，当今的狗皇帝更是血海深仇。别说了，你带人打出去，也许还有逃命的机会。你们都是受王世充的指使，他是什么为人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我只知道王公救了我们，他是我们姐弟的恩人。我们姐弟俩这次里应外合，就是想杀了李世民。到时候唐朝的半壁江山就会覆灭，王公的兄弟们就会提刀杀进长安，取了狗皇帝的人头，报大仇，灭大唐。放肆！你这个人实在是冥顽不灵，死不足惜。翠婉，那王世充气度狭隘，人夺妄言，岂是拨乱之主，又怎可号令天下？说这些都没用，我就是要报仇，我不会让这次计划坏在你们的手上。呀！
李大侠，我们姐弟不过是各为其主，你又何必赶尽杀绝？姐，你别跟他废话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秦王就快死了。你把秦王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在霓裳衣上布满了青花 boss 毒，待秦王行动之时，就会毒发身亡。崔婉，竟如此卑鄙，利用人的感情滥杀无辜。 本来就是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能让你快活，也能让你死去。姐，是我给你下的毒，要杀就杀我吧。李大侠，我只有这一个弟弟。前朝灭亡之时，他不得已才跟了王世充。 这杀人犯也是王世充的阴谋。我弟弟只是派到长安的执行者，如果没有我帮他，他是无论如何也得不了手的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他一心复仇，现在再说这些，恐怕为时已晚。 成王败寇，大局已定。李大侠，我只求你可以放过我弟弟，陈某愿意以命抵一命。
爹！李大哥，黑面刀客和特使已经被我杀死了，我要赶去救秦王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们走散了，他进入了上宫局，我被他弟弟所救，一直被软禁在王世充的营帐中。虽然他们像公主一样待我，但是我明白，他们只是想利用我，笼络更多父皇曾经的部下，并不是真的在意我的生死。但是殿下不一样，殿下是真心待我的，所以我也愿意真心待殿下，做大唐的子民，殿下的王妃。但是如果殿下不相信吉儿所言，吉儿隐瞒这么多真相，唯有以死谢罪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一直相信。他们姐弟与殿下立场不同，但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只是不希望他们死。姐儿，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秦王殿下，您别走呀，谢东方花烛夜的。殿下，这不能怪淑妃，是崔婉受了王世充的指使，想出这个办法来刺杀殿下。那天霓裳衣上下了西域的青花孢子毒，遇到动情之人就会发挥作用，伸出藤蔓来杀人。我就想一个人静静。殿下。你干嘛？我等着。哎呀，别哭了！你看你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您呀，给殿下一点时间，毕竟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了，他压力也大呀。啊。
你要是不嫌弃啊，以后咱俩就是好姐妹了。哎，咱俩呀，都是不容易的女子。秀英，我是真听不下去了，你哪儿不容易了？这话你还好意思说出口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化成水？殿下，我相信他，一直都是。我明白，就像我也相信殿下，一定会成为让天下百姓永享太平之人。殿下。我一滚！林校尉，该怎么办？贼人带着100,000两黄金，应该走不远。现在分头组建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快，是。小看你们了，竟然让你找到了我们的踪迹。束手就擒，保你们不死。走。
林校尉，太守请你去府衙一趟。
豪生看管尸体。是。事成之后，把母像搬到废院。盗劫官器，那可是重罪呀！10000两黄金，能否让你不惧怕大唐律法？榔头，查清楚了，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官器。不是官器，是西域进贡的10万两黄金。啊，戏耍我们，我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大人，西域进贡的10万两黄金就这样丢了，你让我如何去觐见大唐圣人呢？阿鲁大人，你先别急，你在晋阳小住几日，给我们一点时间把黄金找回。好，那我就给你7天的期限，7天之内还找不回丢失的黄金，我只能如实的上奏圣人，到时圣人怪罪下来，你们一干人等全都要人头落地。哼。7日之期你能找回黄金吗？卑职已经找到线索，在蒙面黑衣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专属守捉狼的纹身印记。是守捉狼盗走了黄金。嗯，据我推测，守捉狼盗走黄金之后去了废院，是在那儿被人灭了口。是什么人会让守捉狼为其铤而走险盗走官署的黄金？又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一夕之间将守捉狼全部灭口？不是全部，还有活口。小看你们了，竟然让你们找到了我们的踪迹。在守捉狼的尸体中并没有那个人，只要抓住他必然能找到黄金的下落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抓到这个人。是。林校尉，看你平时挺英勇的，怎么昨夜不敌贼寇，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把黄金劫走了？我的事情不劳你费心，倘若有时间，何不先去把身上的污垢清理一下？查仔细了，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是。那边店也是啊。是是。花郎，林小伟，有什么发现？啊，找到了这个。哟，都喝着呢啊。小小伟。这是萧校尉新添置的佩刀吗？这可是我祖传的横刀。哦，祖传。这把刀呢，是用玄铁打造，削铁如泥。这么厉害！这刀穗上的顶珠是一块1000年古玉，而这刀穗是西域冰丝打造而成。林校尉，看你这表情，我不是想到了什么？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不便透露。这是死去守捉狼们的画像，你让暗中去一趟守捉城，打探一下这几人的消息，看看是否注册在籍。哎，林校尉，你去哪儿？这大白天你也不怕员外看见？你再忍耐几日，等事情办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双宿双飞了。我去看一下。谁啊？林校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查案。查案？查什么案能查到我的府上？今日我找到这个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你祖传的横刀刀穗吧。这不是我的刀穗，
难道我记错了？也难怪你记错啊，这个刀穗看着和我的很像，但是仔细分辨方有不同。有何不同？我刀穗上的顶珠是一块千年古玉，而刀穗呢是西域冰丝而制成，可你手中的只是一块仿品而已。这种地裂的仿品怎么可能是我祖上传的呢？可知哪里可以买到相同的配饰？西域街的店铺比比皆是。多谢告知，告辞。慢走。失职，没能救下令堂大人，在下十分愧疚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定尽力相助。林小薇，暗中打探到了什么？幻象上那些守州郎，有些是三年前因违反守州城规制被出籍的，还有一些是一年前因私贩禁品被抓，都是一些越狱的囚犯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。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刀穗归属人找到了吗？今晚就会知晓。郎头，人到齐了。郎头，守捉郎，申共荣，字同学，随我去把死去的兄弟和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。恭候你多时了，
属下该死。谁让你轻举妄动的？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蠢货，他就没有实证。一定要在他查到实证之前除掉他。放心吧，我都已经替你处理好了。我担忧他早晚都会查到我们，最好是先除掉他。不行，我们现在除掉他，谁来替我们背这个黄金失窃之责？属下愚钝。对了，刚才救你出来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，好像是火雷的声音。火雷？这样就坏了。高台上，这是怎么了？贼匪盗走火雷之后，炸毁了军需库。如果是常人会悄无声息的盗走火雷，这伙贼匪得手之后，为何要炸毁军需库？抓住了守捉狼，自然会知晓。你怀疑是他们所为？此案的作案手法与盗金案如出一辙，守捉狼铤而走险，盗走火雷，这是有何大谋啊？药量够吗？狼头，足够了，这一罐火雷足够将晋阳府衙化为灰烬。高太守，我追查守捉狼初有线索，今夜却遭神秘杀手行刺，一定是他们所为。并不是。何以见得？肖校尉，敢问今夜你在何处？今夜我在高太守府上。在您府上？傍晚时分他到我这儿来送案卷，一直到现在。林校尉、肖校尉，你们二人听令，守捉狼连续作案，我命令你二人各率一军将他们捉拿归案。是。兄弟们，天明前定要装好火雷。是是。何时发现史杰大人失踪呢？女婢进房视察，发现史杰大人不在房内，而且院内守军也没有见他们走出过房间。哟，林校尉，你怎么来了？昨晚史杰神秘失踪，我前来调查。高太守已将此事交由我来处理，我看你就没有插手的必要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大人，经我查验，门窗皆完好无损，西域史杰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根据守卫所述，他们进入房间后并没有出来。会不会是他们避开守卫悄然离开的？他们为何要不辞而别？也许是他们暗通守捉狼盗取黄金，得手之后再悄然离开。报！禀报高太守，不知是何人将箭射在府衙大门上。退下。是。晋阳城内已遍布火雷，明日辰时拿十万两黄金和我兄弟的尸首到西街交换西域使节，若失信杀使节炸毁晋阳城，万民将同葬。守捉狼敬上。果然是守捉狼。守捉狼胆大包天，竟敢用使节的性命来要挟我。难道高太守就不好奇守捉狼为何盗取黄金之后不逃离晋阳，反而留下来盗火雷卢使节，要我们交付十万两黄金？你此言何意啊？黄金在驿馆房间内，此事只有我们三个人和两位使节知晓，那守捉狼是怎么知晓的？
定是府衙中人暗通守州郎盗劫黄金之后要杀人灭口，所以才遭到守州郎的反击报复。不瞒你们俩，我也是心存疑虑啊。高太守怀疑何人？林校尉，当晚是你在值守吧？你完全可以假借追击神秘人为借口，将自己的部下换装，再联系守捉郎盗取黄金，而事成之后你再杀人灭口。林校尉的为人我是相信的。大人，那您就是不相信我喽？暗通守捉郎的人就是你，不然你横刀的刀碎怎么可能在废院出现？什么刀碎？这是萧校尉的刀碎，如果他没有去过废院，这个刀碎不可能在那里出现。萧校尉，你怎么解释？大人，此事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，这是欲加之罪啊。是否可以看一下萧校尉的横刀？萧校尉，去你府上。大人，我走。打开。林校尉，萧校尉，是我误会你们俩了，但我相信定然会有别人知晓。希望林校尉以后不要再误会我了。此时正是府衙用人之际，你们两个就不要相互猜疑，再生嫌隙了。明天十日将至，府衙拿不出十万两黄金去作为赎金，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铤而走险，带着空箱子和守州郎的尸体去与他们进行假交易，一定要救出史杰，将他们全部歼灭。是。是。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出去啊！这嘀咕什么？出去，老实点。梁栋，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一切安排妥当，静待明日壮举。明日黑山军就归你调遣。是。一个活口不能留，知道内情的一律杀掉。是。事成之后青兰就是你的人了。谢太守成全，更要感谢太守暗中帮我化险为夷。不用谢我，要谢你就谢青兰吧，是他做了同样的刀碎，记在了你的横刀之上。萧寒，你竟敢跟我的侍妾做出这种事情，你可知晓与人通奸是何等下场？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先勾引青兰的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。不是的，事情并非如他所说，我们俩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早已私定终身，是我爹棒打鸳鸯拆散我们，叫我许你做妾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您不要杀我。红
粉赠知己，宝刀配英雄。今天我把这把宝刀赠予你，如果你能助我完成大业，我定将青兰赠予你。谢高太守不杀之恩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待我帮高太守完成大业，你我就可以双宿双飞了。二姑娘，明早安葬完令堂，尽快离开景阳城吧。我为何要离开？明日景阳恐要生变。景阳是我的家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左转。水工时间。工时间。前方路口右转。小周郎，我们如约而至，那可以现身了。站着，交出使节，我给你们黄金。由不得你，给我杀了他们。
是你，是我的贼呀！要拿你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们，等你有命再说吧。认识？何止认识？当晚带着黑衣人杀我兄弟的，就是他。林校尉，对不住了，暗通手捉狼的人是我，是我让他们盗取黄金的。小韩，你背信弃义的小人，我杀了你！走，捉着他！杀死你们这些狗！敢作虚糊弄我，你又为自己添了一条罪状。再多一条也无妨，把人带上来。武艺，林校尉，你为何要抓他？明日带着200,000两黄金来赎他和史杰。如若明日再见不到黄金的话，整个晋阳城将会和外边一样血流成河。你为何呀？伤及无辜。如果明日再不按照我说的去做的话，你见到的将是人间炼狱。走。林校尉，你这是？高太守，我们计划失败了。萧寒呢？被手捉狼杀了。从手捉狼跟萧寒的对话中得知，是萧寒雇佣手捉狼盗窃了黄金。是我看错了。现在手捉狼让我们准备200,000两黄金去赎史杰，如果再食言，他们将晋阳城全部炸毁。200,000两黄金要是交不出，威胁晋阳之危，在交付赎金之前必须得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就算把晋阳城掘地三丈，我也不去疗伤，来这做甚？二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手捉狼劫黄金盗火油，绑架史杰，还有伏杀萧寒他们，
如此缜密的大规模行动，为何没有人发现过他们的踪迹？他们犹如夜水一般，来无影，去无踪啊！我想，在史杰的房间里，定能找到答案。 林校尉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下面是一条年久失修的城道，通向哪里？不知。去路早已封堵，但据我推测，是守株郎劫走史杰后堵了。我们把去路打开不就行了？我们绝不可能在次日之前。 把通路打开它，那用火雷炸开。不可，以火雷之位，恐怕这会被夷为平地的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既然守株郎能够得知神秘城道，我想，定然还有他人知道。要不是你发现了这个地下防御工事，我倒是忘了这回事。高太守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前朝的残卷，莫朝开国以来为了扩充疆土，这些防御工事早就不留用了。知道这些防御工事的人，也已经不在人世，入土了。这上面并没有标注地下防御工事的具体位置，入口在哪儿？但是有一个人知道，是谁？此人乃是当年响彻进省的倒斗第一大盗，武艺高强。 分金定穴之术堪比神技，据说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，他对晋阳城的地下所知，恐怕要远超工部的官员。林校尉，就是这间了，此犯人十分危险狡诈，您一定要当心啊。
鼠爷。在下晋阳府校尉林一南，我知道你以前是摸金行当里的人物。叔爷，现在有个棘手的案子，想向您请教一二。晋阳城地下有个防御工事，您知道吗？不光知道，我还去过呢。老爷，你回去帮着夫人收拾细软，三刻我们出城。老爷，这出了何事？因何走得如此急切？守拙郎盗窃的虎雷足可以炸毁整个晋阳城，我们岂能还待在此地啊？老爷，万一这个守拙郎只是出言恐吓，老爷今日离开之事一旦被人知晓……此案我已经交给林一南专办了，事成功归我，事败则归他。哎，答应我的好事得办到啊。能不能快点？我得沐浴，我得更衣，得吃好吃的。嗯，离城市还有几个时辰，你更什么意义啊？嗯，那回去吧。你，我带你去。鼠爷，水倒好了，可以洗了。干嘛？我从小到大被人家看不习惯啊，我洗澡你得出去。我出去你跑了怎么办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，你信不过我把我送过去呗。哎，真是。鼠爷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把衣服放这儿了啊，快洗快洗。嗯，好了。啊，林小伟，疼不疼？哦，少废话，快点。哎，哎呦，鼠爷，手还烫不烫啊？烫不死。鼠爷，洗好了吗？去看看。鼠爷，林校尉，快看！分头追。
为什么要跑？你认识洛邑的阿娘？洛邑，小洛邑，给阿爷笑一个。 哎，你的胡子拉碴的，别弄疼了他。哎，行了，快别亲了。小洛邑，给阿爷笑一个，又笑了。哎呦，你认识洛邑？认识。你是如何认识洛邑的？手镯郎杀了他阿娘，并掳走了洛邑，要在辰时。 炸毁整座建阳城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，在辰时之前一定要找到他们。走。 今晚就委屈兄弟们了，待明日拿到黄金，血洗晋阳城后，我带你们回家。敬兄弟，敬兄弟。大人就要下人收拾行装，是要去哪里？你不必多问了。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萧寒呢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答应过我要保他性命。啊。萧寒他可是为你而死的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不瞒你了，我是利用你来牵制萧寒，才纳你为妾的。萧寒性格高傲不羁，我要不用这种办法。 怎么，这行当里我是行家，能有错吗？就是他了。
你留下。林小薇，为何不让我跟你一块去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何事？去见石高太守。为何？我觉得他有些可疑。鼠爷要是带你们找到了守竹狼，一定要将他们全部诛杀，以绝后患。他并不关心黄金的去向，也不关心暗通守竹狼的内奸，更不关心使节、洛邑百姓的安危。他反而给予我之手，杀死所有知情的守竹狼。不用我说，你也明白了吧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如果发现高太守有异举，你就……林校尉，你当心啊！开门。鼠爷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水？地下城也有护城河，想要进入地下城，必须过护城河。地下城到底有多大？这里的建筑暗藏八卦，四通八达。我记得有一处地下城的位置，地势宽阔。我想，我知道了，这座防御城应该就是按照晋阳城所建造的。守竹狼应该就是在您说的那个地方。鼠爷，事不宜迟，走。
站住！来火雷的地方在哪儿？快说！我说我杀了你，说不说？前面走，左转，第二个门，进去就是。火雷点一共有几个？ 快撤过去！是。守夜，快撤！ 闯入者给我找出来！是，你再带几个人，家访另一处火药房，把洛伊也给我带出来。
叔爷，我去拆火雷，你去救人质，分头行动。好。去那边，是，我们去火药房。安全了。我们跟着他们走。我。那边看看，走。你在这等着我，别害怕，我回来救你的。是我阿爷，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娘没告诉过你啊？我阿娘从来不跟我提阿爷。跟我来。想跑？抓住他们！
你在府衙任何官职？我不是府衙的人。既然不是府衙的人，为何要插手守捉郎的事情？我对官府的事儿毫无兴趣。我来这儿是救他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可以为他赴汤蹈火的人。如此说来，你我倒还有些共同之处。说吧，有多少人跟你一同进入地下城？就我一个。再问你一遍，有多少人跟你一同进入地下城？滚！再商量一下，你把他给放了，我就告诉你来多少人。没人敢跟我谈条件。狼头，狼头，里边的火药库也被炸毁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又出来！再出来，我杀了这小头！住手！是你？就凭你也想阻止我们复仇？我不是来阻止你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陪洛伊姑娘赴死的。她是因为我而被抓，如果因为我而死，我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？如果他们也像你一样讲道义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。暗通你们的萧寒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不肯罢休？你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不知情？我们守捉郎一直受雇于高太守，我们之所以甘愿存活于地下城，就是因为他曾允诺过我们，事成之后他帮我们加急重回守捉城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出尔反尔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如果你们说的都是实情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用不着，我们自己的债我自己讨要。现在整座地下城都布满了火雷，本就是为你们准备的。守捉郎立于天，仇必报，恩必还，不成功则成仁。老虎，
走，跟我走。快走！李香兰，走啊！舒烨，我顶住，你先走。我快不行了，你们先撤。不行，要走西走。答应我，照顾洛伊。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女儿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能再让她伤心。快走！舒烨，你们别想跑！舒烨，舒烨。说您回来去二十里外的悦来客栈找他。悦来客栈是。叫！叫！叫！吁！林校尉，人呢？还睡着呢。怎么回事？昨天夜里，我回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城了。我带人在客栈里找到了他，并在马车上发现了大量的黄金，然后我在他们寝室里面下了一桶蒙汗药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为什么？是我答应他的。杀了你，他就可以坐在你这个位置上。林校尉，守拙郎，你都杀死了吧？如你所愿。哼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是你伙同萧寒，诱骗守拙郎，为你做些不耻之事，就不感到羞愧了？我只是在利用他们的弱点，是他们甘心愿当我的棋子。你已经贵为太守了，为何还要如此？我有治国安邦之道，有经世之才，却只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地方小吏，而那些平庸之辈却都能高居要职。我不甘心呐！我既然不能居朝做贤宝，那我也要人间称富贵。难道你做官只是为了荣华富贵，心里全然没有黎民百姓吗？可是他们心里有我吗？简直猪狗不如！来人！林一南勾结守拙郎，窃取黄金，立刻诛杀！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。
报仇，就凭你？还有我。他是我的恩人，为了救我而死，恩情难报。只是不知为何，看着他的时候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，就好像是我的家人一样。那你就拿他当亲人吧。日后我祭奠母亲，自是不能忘了他。今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自幼便长在这里，我想继续留在这里。你呢？守护晋阳。陆姑娘，祖爷说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